看本期 TF 家族新闻播报，我是雨荨，我是小杰。从这周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正式放寒假。对，不过除了有一个人，你是指小凯？对，貌似他们这周五才考完吧？用不用我们来给他配一个画外音嘛？一、二，悲催啊！悲催完了，还是要给面对面收集问题。大家根据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，在新浪或腾讯微博向 TF 家族私信提问就可以了。先来看看本期的新闻吧。知道现在我们又在拍什么吗？春节照？不对，是旅游照吧？不是不是，是卖萌照。还是不是，是圣诞照吧？更不对，圣诞已经过了吧。啊，我混乱了，还是去问问他们吧。我们要把所有照片都拍完。是的，就是打算这样做，然后之后就会轻松一点，这样就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。我来补充两位的潜台词。语文的意思是休息一下可以去发呆，小凯的意思是可以去玩一下游戏。耶、yeah! 小杰就把这次拍照的目的告诉大家吧。其实也没什么可保密的啦，就是2013年的年历，应该在春节前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吧？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 TF 家族的周更新哦。接下来先看本周微博转发的奖品是什么吧。一起来，安心慢慢不等待，我渴望过的世界，童话一样可爱，陪着宠物一起冲，你想要的精彩。上周的奖品，本周大家也请继续参与吧。具体的节目参与方式就出现在屏幕下方了。既然是寒假，那么我们的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有话要讲，请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新闻发布会。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王大元，下面有请记者朋友提问。芒果台，请问 TF 家族寒假准备干啥？这个寒假的第一要务就是训练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在抓训练的同时抓学习，是吧？说通俗一点吧，就是写作业。怎么停呢？你翻译啊，中文双语嘛。在场的记者全是中国的。哦，哎，哦，这个作业要写出精彩，写得有水平，写得像是 TF 家族写的作业，那这个目的我们就达到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啊要训练和学习一起抓，下大力气，力求在这两方面有个突破。谢谢。下一位，请问 TF 家族成员私下都喜欢干什么事？这个嘛，请咨询他们个人，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。不过我可以说说我嘛，是吧？但是主要你这问题不是问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，如果你是问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，那我肯定就会回答你。你问了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，而我又不回答，是不是不尊重各位记者呢？但是你没问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，而我作为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也回答了你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也不尊重各位记者呢？所以我不回答我这个没问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的问题了。下一位，华语台。请问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私下都做什么？这是有关于 TF 家族的新闻发布会。作为 TF 家族的新闻发言人，不回答这种私人问题。下一位，凤凰台。请问 TF 家族什么时候换新闻发言人？这是第几个？第四位。所谓好事不过三，你这已经是第四个问题了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，散会。王大元真的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吗？是啊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本期面对面有些什么内容吧。语文喜欢什么乐器？钢琴。语文喜欢吃什么水果？火龙果。语文喜欢短发女生吗？以后再说吧。语文喜欢哪种食物？鸡肉、鱼肉、牛肉。小凯喜欢哪种食物？水果啊，然后肉之类的。小凯喜欢听哪个女歌星的歌呢？范玮琪的吧。语文在镜头后面是怎么样的孩子？不喜欢笑，有点就是经常会冒出一些就是很冷的一些话。